中国游客大量涌入泰国，虽然带动了当地的经济，但争议却又再添一桩。泰国一名部落客在脸书贴文指控，芭堤雅一所寺庙竟然只招待中国游客，就连泰国自己的公民都不获准进入参拜。从他在脸书贴出的影片可以看到，寺庙当时有许多观光客，但是庙方却阻止他进入，只迎接中国观光客，这让他感到困惑，为何自己国家的寺庙泰国人却不能参拜。根据了解，当地政府曾经前往这家寺庙调查，里头全都是贩卖昂贵的佛教产品。有网友看到贴文后揭露，寺庙售卖的高价佛教产品其实有让导游抽取中介费，目的是为了大赚游客财，庙方所得的收益其实并不多。